中国十大著名女运动员，跳水皇后郭晶晶遗憾落榜，第一位朱婷。朱婷不仅多次帮助中国排球队登上世界之巅，而且奖杯更是拿到手软。她拼搏奋进的精神已经成为了体坛的一面旗帜。第二位李娜，李娜不仅是亚洲网坛一姐，在世界网坛也占有一席之地。她曾斩获28次单打冠军，职业生涯总战绩为503胜188负，并以排名世界第6的身份退役。第三位郑海霞，郑海霞是中国女篮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4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，她率队获得巴塞罗那奥运会女篮亚军，这是至今为止我国篮球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。第四位孙雯，孙雯是中国女足代表性人物，还曾经获得世界足球小姐称号，为中国足球做出了卓越贡献。第五位邓亚萍，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邓亚萍几乎包揽了全部赛事的单双打金牌，并且连续8年稳坐世界第一宝座。她在创造历史的同时，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时代。第六位王军霞，王军霞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女子5000米金牌，成为中国首位获奥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，因此她被誉为东方沈璐。第七位杨洋，杨洋是我国首枚冬奥会金牌获得者，帮助中国在冬奥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。他在运动生涯中共获得59个运动冠军，是中国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。第八位张宁，张宁是我国羽毛球女子卫冕冠军第一人，而且值得一提的是，她也是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史上第一位闭幕式女旗手。第九位伏明霞，伏明霞不仅是中国奥运跳水史上的第一个板台双冠王，还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，她为中国的跳水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。第十位郎平，郎平和其他队员一起实现5连冠，塑造了顽强战斗、勇敢拼搏的女排精神，激励了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中华民族腾飞不懈奋斗。你最喜欢哪一位运动员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